小明，请问我们要讲什么故事？威比猪。威比猪，对了，该睡觉喽，威比猪。你要不要跟威比猪一起睡觉？嗯。该睡觉了，威比猪。啊！该睡觉了耶，威比猪。还没有，我正在洗澡呢。嘿嘿，你洗完了吗？威比猪，还没有，我正在擦我的脚脚哦。我的小脚趾还没擦干呢。啊，威比猪，你上厕所会上很久吗？不会，不会很久的。真的吗？看起来好像要蹲很久哎。嗯，威比猪，该睡觉咯。还没有呢，我正在看我的睡前故事。威比猪，你喝完你的牛奶了吗？还没有，好烫哦。你说对不对啊，小小猪？威比猪，你在刷牙了吗？没有，我在画小小猪哦。威比猪，你要上楼睡觉了吗？没有，我正在数阶梯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他像在搭电梯。他像在搭电梯，电扶梯对不对？电扶梯上楼。上楼。威比猪，你想睡觉了吗？没有，我想要跳跳床哦。嘣嘣嘣。威比猪啊，我们应该把窗帘拉上了吧？不要，我要看看月亮。那威比猪，你想要小猪、小小猪、小兔子，还是小熊陪你一起睡觉呢？我通通都要。好啦，威比猪，我们应该把灯关了吧？威比猪，威比猪，你睡着了吗？威比猪，威比猪，看猪鼻子在打呼了。哦，威比猪睡着了，去了哪里呢？哎，快一点，威比猪！哎，威比猪，我们今天晚上去哪里呢？哎，小小猪有要来吗？好啦，晚安，威比猪，祝你有个好梦哦。你要煮饭吗？